Hello， 欢迎来到安迪秀的人气直播美味秀。Hello， 妈咪在做什么 ？Hello， 大家傍晚好。双花园，松花园呐、啊，双花，这个是墨鱼啊，黑色。这个是，这是尼库多拿来的墨鱼啊。这个尼库多拿来的墨鱼圆哦。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你刚拿那个纸袋章鱼。给我看一下那章鱼长什么样子的，这你自己弄的、啊、妈咪？对了，来这个。哇，妈咪很厉害耶！这个是冰水啊，妈咪拿冰水哦。这个是那个墨鱼圆哦，安妮秀。那不然等一下没有手。对哦，安妮秀很厉害耶，自己先弄一轮了。这个是200克弄的啊。啊，对。然后你放了什么在里面？盐水啊，这个哈、啊、冰水啊，然后放一点盐下去。放一点盐下去哦。要不然等一下蒸它蒸加价不比少。嗯，妈咪很厉害耶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章鱼圆。嗯。哦，妈咪厉害。我们呢，现在呢，用尼库多呢送我们的墨鱼滑跟章鱼滑呢来做圆哦，做鱼圆哦。这个等一下要煲那个苦瓜汤的，我先做了，没有。里面放了什么？放辣椒、红萝卜、青葱。辣椒、红萝卜、青葱啊。辣椒、红萝卜、青葱哦，适量哦。这里面有咸味，不要再加盐了。嗯，里面有咸料。今天晚上有饭吃了，也分享了。Nancy， 今天安迪秀呢要教我们呢炒饭哦。要煲汤先还是要什么先？可能煲汤才炒饭、啊。对哦。大家傍晚好，我要跟安迪秀讲。两天没有煮哦，应该粉丝在那边心念念。那安迪秀凤今天会不会煮？两天罢工啊，安哥又不在哦，今天就炒饭。大家傍晚好，我们已经两天没有煮饭了、哦。把这个做上来先，要不然等一下没有手。哎，你问你是不是刚刚开始？哎，我打那边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哦。有他，有他，等一下反。安迪秀呢，刚才已经把这个墨鱼丸呢。先加入了辣椒、葱末，还有呢就是红萝卜末呢下去呢放成一粒一粒哦，然后呢这个是冷水，冷水里面呢放什么盐啊？嗯，冷水里面有一点盐哦。我们让安迪秀挤一个 sample。爸爸还没有回来 ，Nancy 问你爸爸几时回来？爸爸没有这样快哦，爸爸回去，爸爸回去要找老朋友聊天了才回家。要去喝果啤一下，喝拉比的果啤哦。安迪秀现场示范。这个冰水然后放一点盐下去，要不然等一下不会熟。林大讲怎么没有戴手套？用戴手套啦。林大讲，安迪秀戴手套很难做工。很难做工，再来滚一下，滚一下，滚一下哦。嘿，这样子呢比较快。要比较快。嗯。那手套很难挤出来，那个手套这样松，那个一粒粒很难挤。看你挤这样容易耶，那个墨鱼丸。这是墨鱼跟什么章鱼啊？章鱼跟墨鱼。嗯，安迪秀放了一个墨一个章鱼哦。这个是手套要手挤也难挤，它要搞一下搞一下再来松一下松一下，不听话。这个是章鱼丸，你姑都送我们，那安迪秀自己哦弄成鱼丸哦，这个墨鱼滑厉害耶，妈咪，妈咪自己 DIY。这个当时弄射一下哈就会不会粘锅、啊。嗯，这个可以学起来哦，这样子弄。等一下比较快煲汤倒了下去。嗯，肯定讲你们最近啪啪照。啊、安哥没有在，我就是做好了才煮。嗯，安哥哦没有在呢，安弟秀就买就省一点时间，先把一轮呢先准备好，然后现在示范多做一轮，不是示范要一次过做完，没有的示范了。做完了不可以，等下煮了，等下天没有手了。安哥不在，我们就简单吃哦，吃炒饭。已经讲炒饭是我的挚爱耶，今天炒肉丝，今天炒肉丝哦，鸡丝炒饭啊，肉丝哦，肉丝哈、啊，肉丝炒饭。你们下午有看到安迪秀的那个肉丝吗？安迪秀呢教大家切肉丝、哦，我是切给那种新闻师啊，厨良心的啊，没有住过厨，没有进过厨房的啊，所以他们有信息来讲，问我们肉怎样切啊。然后就可以在那边学了啊！你可以在那边学了、嗯，公开给他们去学了。美丽因为有很多新手不会。美丽问哦，安哥去哪里玩？安哥把你赶崩。安哥刚刚回去哦。我们一开播呢，先把这个墨鱼滑呢，我们先弄成一粒一粒哦，看到吗？有没有很漂亮？安弟呢，里面加了红萝卜、
葱末、小辣椒末哦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冷水，冷水里面加一点盐哦。要点盐没有，不然等一下淡淡。而且我发现妈咪每一粒都练到很均匀诶，厉害耶！是这样的吗？看到妈咪的拇指，拇指神功是这样子来的，哈哈。没有啦，自己 control 的啦。现在最小粒了，这最小粒了。好啦，最小粒没有关系，我们知道这个是最后一粒。叮叮，我们的墨鱼滑呢？还有呢，章鱼滑已经好了。这个是尼库多送我们的，安迪自己在 DIY 加那个辣椒末、葱末，还有呢红萝卜末哦。安迪秀辛苦了，每天煮好好吃的美食，感恩哦。看到丽儿，大家傍晚好。今天我们就快速了，就已经把这个墨鱼滑呢，还有呢章鱼滑呢，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今天要煮双滑苦瓜汤。阿弟秀昨天买了苦瓜，还记得吗？买了食材，然后现在呢，阿弟秀要搬出他的那个宝贝了，他的宝贝砂锅。姐安哥不在哦，阿弟秀一个人要搞定晚餐，所以他讲我准备简单的，就是炒饭是最快。我们发现爸爸每次不在，我们就是吃炒饭。妈咪，爸爸不在，我们就是吃炒饭，不然就是吃炒冬粉。炒米粉、炒面，所以安哥不在，我们简单煮哦，少了帮厨哦，少了一个帮厨很重要哦。那汤多放一点，等一下他们要吃冬粉可以放，冬粉可以放哈，可以，我们放多一点，等一下可以细哦。Jennifer 问你有加调味料在里面吗？它这里面有调好的，我只是跟它加一点那种原料色进去。嗯，里面已经有了调味料了，所以安迪秀没有加任何调味料哦。不然不然哦，等一下马上来。等一下可以喝汤。然后就两米都有。Hello， 大家傍晚好。看到安迪秀呢，两天罢工，今天开始上任了哦，上线了，上线了。我们先上安迪秀呢，先拿砂锅放了两大碗水哈，两厘特的水，然后我们盖锅先煮热它先。安迪秀 ，do this fish page 来新加坡 do fish ball 呀讲，对呀，安哥是安迪秀的好帮厨哦，他讲安迪 don't have good helper around to help only 安哥哦，没有人切到比安哥美，安哥切的菜又漂亮，切的肉又漂亮。然后呢，安哥准备那些酱料又厉害哦，没有人代替得了安哥的位置。Hello Andrew， 大家傍晚好哦。Candy 讲，安哥又离家出走啊？对咯，安哥回甘榜哎。你去看妈妈。Candy 讲，叫你明天炒米粉哦。对哦，明天炒米粉，明天炒冬粉哦。炒到安哥回来是吧？我觉得我发现粉丝也是喜欢吃炒饭哎。我刚才不要放这么多水，要这边盐水哦。对呀、啊，不用紧啦，等下那个盐水不要放，不用紧。给它烧先。嘿，这个要放的。这要放什么？豆腐。这个先，这个豆腐要放的。豆腐要放哦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安迪秀呢，准备了这个一盒的嫩豆腐，所以呢，海外的朋友一定买得到哦，嫩豆腐，看到吗？安迪秀呢，切成一半，然后呢，差不多切了24个小块状哦。妈咪也刀工很厉害，也切到很美。谢谢大家分享哦。今天呢，双滑苦瓜汤，大家喜欢吃苦瓜汤的话，这个我今天抓一点盐。喜欢苦瓜汤的粉丝们不要错过哦。明天呢，可以煮苦瓜汤，养颜美容。这个苦瓜呢，几条哦？一条啊。阿弟秀一条哦，切成这样子。妈咪的苦瓜可以吃的嘛？可以啊，我洗盐就这样。妈咪讲她洗盐了，我偷吃一个啊。就是在里面放的。嗯。我有粉丝每天觉得很奇怪，我们怎么放嘴巴吃？不可以啊。因为苦瓜是生的，也是好吃。浇水就是这样子。哎，不会很苦哎。我看到那个，这个是淡黄黄色的。没有。嗯。哇，安娜讲她喜欢苦瓜汤哎，她讲偶尔简单吃也不错、哦。不是这样啊，傍晚好，安迪秀老师。这个我还没有抓。他说今天我学苦瓜鸡肉哎，谢谢老师哎。期待煮什么啊？我们今天煮双滑苦瓜汤，还有炒饭，肉丝炒饭。他讲每天听到你的声音，没有看到你的人。那你不是不看到吗？有啦，巴塞马拉阿妈咪有帮我拿镜头啊。叮叮，这个苦瓜呢，安迪切用一条哦，昨天在那个巴塞马拉买的，然后呢有洗了盐，抓了盐没有这样
这样苦啦，我还拿来偷吃耶，这样子是可以吃的哦，两年美容哦。然后这个是呢，我第四刚才下午抓好的肉，这是什么肉？没有，还没有腌，要切片的要放那个汤的。哦，所以今天哦，安迪秀下午呢切好的肉呢，大家就可以来煮一个汤跟炒饭哦。哇，这样一片的那个后上腿肉很好用哎。然后这边呢的瘦肉呢多少 gram？ 有150 gram 哦，应该有啊，150 gram。这个瘦上腿肉呢切成片状哦，变成瘦肉。安迪秀加了盐调味料，然后呢加了两茶匙的葱头油，两茶匙我配了啊，两茶匙葱头油或者是一茶匙啊，两茶匙葱头油哦。还有什么？然后呢还有玉米粉呢，还有胡椒粉哦。 Your boss Gregory is a Singaporean， 对，我们的老板是新加坡人。这个瘦肉，这瘦肉等下是要放糖的，对吗？嗯，苦瓜也可以拿来打果汁哦。哎，那我通常是直接放嘴巴咬了，省起来跟打果汁省一个工。看到吗？安迪的瘦肉今天下午切的，有粉丝看到下午切的瘦肉吗？新手们哦，可以去看。这样子呢，每一次煮饭的时候就可以把肉切到很漂亮了。大家傍晚好哦。我们现在呢放了盐、调味料、胡椒粉、两茶匙葱头油，哎，玉米粉还没有放，还有两茶匙的玉米粉呢，均匀搅拌瘦肉哦。然后呢，这个瘦肉呢，哎，有放玉米粉吗？可能蛋白。我们放蛋白哦，放两茶匙的蛋白。对，玉米粉不要放。要。要哦，玉米粉要放。比比讲，你吃苦瓜要来你的表情，看你脸有没有苦的表情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我们吃习惯了，我们吃习惯了，放嘴巴咬。哎，放了妈咪，你的盐调味料放了，我怕妈咪放两次。哎，咸死咸死我们。等一下，简单又丰富的晚餐。你们那里有假期吗？今天星期四是假期哦。两茶匙还是一汤匙？一汤匙，一汤匙哦。安迪秀呢放了盐、调味料、胡椒粉、一汤匙的玉米粉哦，还有一汤匙的葱头油，对吗？然后还放了两茶匙的蛋白。因为什么放蛋白呢？比较软啊，比较软哦，比较软，比较软，比较滑。 Be the God， can lower blood 哦，光分享的。今天 Penny 看到你了，陪你，我们今天煮双滑苦瓜汤，够吗？还有炒饭，够吗？够啦，够够，可以。好了，准备好收了。这个是安迪秀下午切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？今天是什么假期啊？今天是穆罕默德吗？穆罕默德什么？好像是南米穆罕默德的生日啊。好像全国都举行啊。马来西亚穆斯林 country 的一个他们的叫什么？是他们的神，叫他们的神，那密摩哈曼的生日。可是讲我今晚煮面粉糕哎，有的时候很珍惜哦。来，妈咪，你现在要弄什么？我要拿那个粉。妈咪再去拿粉哦，我看一下滚了没有。看到这个是妈咪呢，刚才这个是章鱼滑、墨鱼滑，还有这个是瘦肉腌制好了，那必须要准备开始煮了。好像用汤匙哈 ，Christy， 对，妈咪刚才呢，我讲错，我讲到茶匙啊，没有，该讲到茶匙，其实是安迪秀呢，刚才呢，他用了盐、调味料、胡椒粉适量，加入了一汤匙的葱头油，一汤匙的玉米粉，还有呢两茶匙的蛋白，均匀搅拌，然后他讲等一下会比较好吃哦，比较有口感，比较滑，比较滑哦。我们先让弟兄给我们打招呼。Hello， 傍晚好。傍晚好。你们可以随便自己抓，不用紧的啦。随便自己喜欢的口味抓哦。所以你看到肉比较干，你就多
放一点油啊，多放一点蛋白啊下去煮啊，它就会软就滑掉。是我讲，我以为你今天没有开播嘞，两天没有煮了，我完第十五啪啪照。他今天终于开煮了，阿丽。他两天没有看到安迪秀。今天粉丝在家里煮什么？粉丝们，安迪秀两天没有煮，你们在家里煮什么呢？安迪秀很坏哦，两天没有煮。我看一下我们家的，哎，水姑娘，安哥回来必收，没有这样快回来。那个炸那个讲一次。有玉梅帮我们洗了，是。这是炸章鱼子的油啊。这是章鱼子的油，放下去。应该很香哦。对，今天是玉梅帮我们分享的纳米摩哈曼的诞辰。要放什么？还要放什么呢？Auntie, you brought many veggies at Pasar Malam for cooking today. So good. 像我该按到我自己，妈咪。该按信息按。你想要看你啊？有，该有一个谁想要看我？喂，你想啊？然后我把现在把食物摆在前面。这个钱哈，酷酿豆腐素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水烧热过后，把苦瓜放下去先。吃的时候分得出什么碗呐、啊？颜色不一样。颜色不一样哦。一个比较紫色。伊琳讲紫色，你不用怕，不是中毒。芊芊讲，终于看到你了。然后呢，伊琳分享，我今天蒸排骨，哇，应该很好吃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已经把了切好片的苦瓜呢，放整个放下去哦。谢谢大家分享。到后面去的。然后呢，找不到 Facebook 直播的粉丝们呢，看重播的话呢，找不到可以去 YouTube 看哦。YouTube 比较容易找。那安迪秀现在要加入 Billy's King 送我们的江鱼仔粉。我们要找小汤匙啊。哦，拿大汤匙、啊。要盖锅吗？你的那个苦瓜要滚哦，很快滚哦。他讲，素儿讲，你爸爸想念老朋友是吗？刚回不到两星期。这样，安哥要找人喝茶，半年跟安弟秀喝茶。妈咪讲，妈咪安哥不在，你不是很生浪？没有人载我，没有人载我，有啦，有人载你啦。安哥去买菜了。阿弟讲哦，买菜叫美女带去，然后顺便拍拍去哪里买是吗？师妹，阿弟秀傍晚好，今天的菜我爱吃哎，我在家煮咖喱饭。放一汤匙要会太甜吗？放一汤匙咯，我们放了两大碗的水哦，大概两厘特左右，然后烧热过后呢，就加入了苦瓜，再放了一汤匙的江鱼仔粉。我、哦、这里的粉呢，等下你的那汤很香，因为你有放一点那个江鱼仔的油。如果没有江鱼仔的油，可以放葱头油吗？可以啊，等一下我现在放一点葱头油。放适量就好哦。安哥是回去看老布嘛？对啦，有啦，有去看外，我有去看婆婆。美丽问你，安哥不在家，安弟秀寂寞吗？你不用担心，安哥不在家，安弟秀更忙，他没叫嗯。我更忙啊。这样，安迪秀，安哥不在，你会心不在焉吗？芊芊问你的。不会啦，我电脑都看不完了。安迪秀一直看粉丝的信息，都看到忙死他了。然后一看顾客的，还有他的顾客的，还想叫安哥直播带我们去喝茶。安哥好像还不大会直播哎。欢迎叫安哥直播带我们去喝茶。每次拉比是没有梦线哎，上次我帮那个。要拍那个竹笋给大家看哦，可是没有什么线拍不到。然后 NSK， 三龟那边也没有什么线，是蛮难拍的，可能拍出来的效果是蒙蒙的。市场就有很大好市场。Singapore we got sell 一干 Billy's powder 啊，丢，你可以问粉丝们在哪里买。Catherine 讲，我家今晚煮苦瓜炒鱼头哎，哇，妈咪，鱼头又是你喜欢的，苦瓜又是你喜欢的，很不错哎。必须打两粒鸡蛋，等一下准备蛋黄。那妈咪准备很美的那个菜色在旁边哦。你要一粒粒放下去还是什么？我们把这个准备好的墨鱼丸还有章鱼丸呢放下去、哦。那刚才我放冰水，然后放一点盐。
它里面这个是便便了的，有调味料了的。这个紫色是章鱼啦。嗯。Billy's King 的章鱼仔粉要跟 Christy 买哦。先生讲，我今天炒苦瓜鸡。哇，你跟安迪秀心有灵犀哦，都煮苦瓜嘞。然后把呢章鱼丸全部放下去。安迪秀是做呢民宿管家。妈咪 ，Grace 讲安迪秀你要加两片生姜哎。我们没有放生姜哦，怕破坏那个苦瓜的味道。他讲可以加黄梨炒饭，可以加黄梨炒饭。有我们炒了 Lucy 那天炒了黄梨炒饭，你们有没有很开心？昨天哦，终于看到那个夜市是亮亮的，不是暗暗的。黄哥把你讲，反正我们安哥不在哦，没有人备菜，我就去那个夜市走走哦。这个汤我会多包一点，等一下他们要是要喝汤。冬粉可以加冬粉下去，嗯，因为有的没有吃完的。阿燕讲，师妹，你嫁人了，安迪秀就没有直播了，不用怕，安迪秀我会慢慢教他直播。安迪秀可以跳高，不要直播，要鞋匠，多鞋匠都很麻烦，很磨人。你讲哦，今天649个 K 嘞 ，K 噻，今天649，好不容易降去三位数的确诊人数、哦，我们把呢章鱼丸。还有呢，墨鱼丸放下去了，还有把刚才安迪秀切好的嫩豆腐也放下去了。然后这边呢是刚才调味好的瘦肉，也放下去哦。哦，这个焖应该焖越久，那个苦瓜味越香哦。苦瓜薄切很薄。嗯，我们切很薄。然后这个丸子怎样做成啊？用手抓了，用手抓。我们刚才呢放了尼库多的墨鱼滑，安迪秀里面加了小辣椒末、葱末，还有红萝卜末哦。秀姐，你不要说没想念安哥哦，安哥听了会很伤心。以前讲叫安哥带我们去拉比斯看看，没有去过哎，拉比斯没有墨线哎，没有什么线。上次我带妈咪回去也是很难拍，因为没有 internet 哦。师妹，你可以吃了才回自己家的。在 NTUC 有姜鱼仔粉哦 ，Helen 分享。欢迎他。今天没饭吃，看了肚子饿。然后呢？美燕问有公开食谱吗？有，等一下你在那个重播里面找就可以了。我也是切好包哎。比较方便哦。So good, your place got Pasar Malam. 在我们家这边去应该五分钟。马来西亚都是哪里都有 Pasar Malam 啦。嗯。Kim Lian 讲，我今晚煮波波恰恰炒米粉。波波恰恰炒米粉？波波恰恰不是甜品吗？啊，波波恰恰炒米粉啊，甜面啊。哦，喂哈，波波恰恰跟米粉一起炒怎么吃？啊，是在自己的家。冷冷讲，请问煮猪脚用前腿还是后腿比较好呢？随便的啦，看你喜欢吃肉多多还是不喜欢肉多多。这样肉多要选哪一个？前腿。如果要肉多，选前腿哦。可以了啊，没有东西啊。好了，关火呀。妈咪该放什么调味料？盐啊。放盐而已啊。放盐而已啊，放姜母啊。哦，放盐一点哦，适量。那安迪秀呢？熄火过后。最后放上刚才两粒鸡蛋呢打成的蛋液哦，就有形成那个蛋花在上面了。好了，很快哦，我们今天的酸滑苦瓜汤完成。我去拿那个汤匙 try 味道哦， try 那个汤的味道。妈咪拿汤匙看 try 的味道。可以哦。嗯。妈妈分享，我今天煮苦瓜放金瓜，还有放姜鱼，姜鱼仔煮汤哎。啊，要吃快点。安迪秀是民宿的管家，妈咪你穿那个味道，我也是要。是不是有没？我还没有试。啊，要吃快点，我拿过来了。刚刚不是有看到以翔，现在看不到了。我试一下味道。以翔现在很厉害，他讲哦，每次怕那个 top fans 的那个 batch 会不见掉，要每天进来。进来报道一下。很香哦，那个姜鱼仔的味道。哇，那个姜鱼仔的油不要丢掉。姜鱼仔的油也不要丢掉哦，很香。好了，
妈咪小心烫啊！今天的妈咪烫啊！今天的酸滑苦瓜汤完成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安迪秀要炒饭啦。粉丝们喜欢吃炒饭吗？跟我一样吗？炒饭比较快。叮叮叮叮，我们现在要炒饭哦。去拿个纸巾擦拭一下。大家。饭碗好，妈咪，我讲哦，放一点猪油渣会很好吃哎。妈咪刚有下午有切那个猪油渣也是，然后讲放一点葱也是会很漂亮。可是已经很有心得了，炒饭哦。嘿，好了，那妈咪买好了。大家饭碗好，看到安迪秀姐煮很快哦，苦瓜会有苦味嘛？其实不会很苦哎，不会很苦。Kenny 讲，对咯，我的超级粉丝偶尔也会不见，我觉得很像是 Facebook 的问题哎，因为他们跟我讲，有时一天看得到，一天看不到那个超级粉丝。好像一两天没有进来，他就跟他吃掉。哦，好像一两天就会变不见了那个超级粉丝的那个 batch 哦。我们今天煮几个人啊？我们今天煮八个人吃。要抓粉先，我们要抓粉哦。妈咪的鸡蛋要打好，先帮你打鸡蛋先。先帮弟兄打鸡蛋，两粒鸡蛋哦。等一下，这个是要三粒鸡蛋。这个是要做那个蛋皮哈，是吗？这是要做蛋皮哈。哎，没有那个，你每次不是炒饭的时候会做那个先皮放下去，然后炒蛋的那个样子。嗯，哇 ，Jennifer 讲 Sambal Chili Rice also nice 耶。好了，安迪秀，然后太快了，要放点这边。哦，不用紧，不用。安迪秀呢？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刚才下午切好的那个肉丝，还记得吗？然后我们现在呢，这边大概有150 gram 的肉丝，安迪秀放了盐。调味料适量哦，还有胡椒粉，然后呢放一汤匙的葱头油，然后还有面粉，玉米粉不是面粉，玉米粉。这边是盐、调味料、胡椒粉适量，一汤匙的葱头油。这个玉米粉要放吗？要。玉米粉放一点就好，放适量就好。快哦！明天有嘉宾。明天呢，嘉宾讲要来煮海鲜粥，所以大家就大概猜到是谁了。哦，里面有那个肉丝切到很美，一条一条哎。所以新手们呢，可以去看哦，这个肉丝怎样子切。Kathy， 可以叫我师妹哦。他讲 Why never cover 有 soup 啊？很烧，它在滚这哦，妈咪先把。我怕它老掉。嗯，妈咪怕它老掉。妈咪说什么会老掉？它肉太久了会柴掉啊。哦，所以要开这先啊，给它散热啊。放点滚啊，要放这样多。放适量的玉米粉就好，不要放太多。我怕它老掉，因为它烧了，它里面还在煮。哦，因为它是砂锅那个热哦。对，它在煮。妈咪要给它散热一下。哇，妈咪，我觉得你今天可以煮最快了。7点前也会煮，够了，好了。喜欢吃肉丝炒饭的粉丝们要做记录了，分享给家人们跟朋友们哦。这放了适量的盐、调味料、胡椒粉、一汤匙的玉米粉、适量的玉米，一汤匙的葱头油哦。然后呢，这边呢，安迪还有。刚才呢，这是下午切好的肉丝，一条一条，漂亮，哇，美嘞！必须切到很漂亮哦。Celine，Hello， Good evening， everyone， Thank you， Auntie Shu and Pretty Lady for sharing your home cooked food with us。他讲 ，Old Chew Curry sponsor， 对，叫老板来煮海鲜粥啊，那个布来去了，我明天找他的布。
然后安迪秀呢在烧热油哦，我们是要准备炒饭了。都不来去哦。慧莹问我，师妹你几岁了？师妹是1991年的，老了老了。哎，应该线上最小的粉丝应该是 Crystal 的女儿，4岁，跟恩同年，4岁小粉丝哦。谢谢大家分享，我们先烧热油哦，等一下炒饭。安迪秀开着那个苦瓜汤，是因为怕它等一下太热哦，怕它老掉。学人讲电话一直晃，看得有点晕。对啊，我刚才怕大家晕呢，我刚才呢先把它那个放上面哦。我把肉先炒上来呀、啊。Kitty 讲，我每次结尾的音很高，因为太靠近电话的关系。他靠到电话，他要把电话刺激住煮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烧热油，先把这个肉丝呢放下去炒香。Hello， 西西亮，看到你的，全部也上来了。先炒香它先。哇。很美，妈咪，那个肉丝的那个颜色哦，很 Q 哦，妈咪很厉害耶，那个肉丝是爆是炒香它就可以啊，备用。炒香它就可以啊，等一下才换好了才放下去。嗯，大概先炒香这个肉丝就好了，而且很美嘞，那个颜色是白白这样子的。可是你怎样知道它是熟了嘞？熟了啦，这个酱薄。一个薄薄的，所以很快煮。换也是很快的。嗯哼，他讲 ，Andy should ever appear in TV program。看到啊 ，James 上了。Hello yo， 看到你的。然后我们大家办完好哦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把肉丝炒香备用，然后我们就要下锅呢炒饭了。安哥不在呢，我们就已经想好呢，就是要炒简单的菜色。因为少了我们的厨房好帮手，苏慧讲还年轻，还是小妹妹，不要说老。Hello， 子恩。然后 Annie 讲，昨晚我煮罐头鲮鱼炒苦瓜，加入番茄，很美味耶。谢谢你的分享哦。好了，这个肉丝呢，炒香好了，备用哦。过油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准备炒蛋，对吗？昨天那个是 Bukit Indah Pasar Malam， 对，谢谢翁帮我们写上去，回答粉丝们的问题哦。这个炒蛋，三粒鸡蛋呢打成蛋液，然后炒蛋。这鸡蛋是。已经准备好了葱段，还有呢辣椒。刚才那个是肉丝，对，是猪肉来的，肉丝是猪肉。Where can I see Auntie Shu's leg pot 啦？你要知道 Auntie Shu 怎么切对吗？你可以找回上一个下午放上去的影片哦。段，还有呢，红萝卜，安迪呢切成粒粒，都很漂亮。嗯，小心烫啊！我拿夹子。哎，旁边你要饭呢？拿着。记得要用隔夜饭哦。哎，我看到青本写 Happy Birthday 嘞，今天有人生日吗？那我们先烧热油。我记得那天哦，有粉丝说跟安迪秀同一天生日的，我们有粉丝跟你同一天。要放姜吗？今天蒜米要放了。这个是呢，葱段那个硬的那个部分，你会发现到安迪秀。它是分开的，这个是比较软的部分，那个是硬的部分，先下去爆香。
哇，过奖你的蛋的颜色很美嘞，我们的炒蛋很漂亮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个谁买来比较多？那个你锅肉老板买来的。你锅老板买来很滑，他应该是买很贵的。还是。你们现在可以在公司上班吗？可以哦，柔佛，柔佛可以，柔佛可以。是叔，哎，是舅上来了。月宝 ，Jess， 大家饭碗好哦。他讲 ，Auntie Shu can cook very well。Andrew， 你的两个大爱心很可爱的。我们爆香，葱末。妈咪 ，Rose 可爱耶。Rose 讲 ，How come Auntie Shu didn't follow Uncle Ben？ 他讲不是。他讲嫁鸡随鸡，我火锅面你们不要看煮饭的吧？安迪秀回去就没有得人煮了哦，大家就是看安迪秀写预告，在拉比没有见。这边呢是多少的饭哦？应该有6碗，6碗饭左右。妈咪，你的饭美，一粒一粒美。那天特地煮来一个炒饭的，安迪特别能准备多，准备多要炒饭煮比较硬一点。就一讲，师妹，青葱切成粒叫葱花，不叫葱段，叫葱花。我们放盐，调味料，适量调味哦。特地煮来炒饭的啦，所以我们煮硬一点，要不然像那边很黏很难炒。嗯，这边有6碗饭，应该写安迪。啊，为什么要放？这么我们的是 I E 不是 Y。啊，你的那个安迪秀的安迪，那个马来字啊，啊，就是马来，我们马来字也是写 short form 的。哇，是就给你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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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。6碗饭可以吃几个人啊？我们吃8个人呢，因为我们平时很少吃饭，我是想喝汤。我们平时呢，家里的食量没有说很大，应该最会吃饭的应该是爸爸而已。哦，以前也没有很会吃嘞。8碗的，我们尽量少吃饭。Maggie 讲，靓女，我也是跟你妈咪同一天生日哦，1月25号，对吗？Anne 讲，可以教泰国炒冬粉吗？诶，妈咪很熟诶，我们今天才讲泰国炒冬粉诶，粉丝问你，我今天才问妈咪耶，妈咪放葱头油哦，适量，放多一点葱头油比较香。Anne， 我们今天跟安迪秀讲要吃泰国炒冬粉诶，看安迪秀哪一天煮给我们吃哦。雪莉问你的米是什么牌子？哎，松鹤，松鹤，新加坡的松鹤哦。Anne 讲 ，Andy， if you go Labis Priest on live 啊 ，I never go there， 因为 Labis 的线没有降好哎，每次我去的时候呢，它的网络线不好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直播。我们现在要炒肉丝炒饭哦，很漂亮哎，妈咪你放了。不要拿，天津是保留啊。嗯，我问一下天津。天津，你要拿你的炒饭先吗 ？OK， 他讲 OK 嘞。洋洋，像你的辣椒放最后哦。妈咪放了红萝卜、蛋，然后你的这个，等下我先拿一点给我们家的小瓜先哦。天津喜欢吃。肉还没有放，而且拿车给他，然后肉等一下才拿另外放给他。对，然后葱花，好了，我辣椒放最后哦，因为呢我们家小朋友不吃辣，不用放蒜泥吗？没有，没有哦，因为安迪秀没有加嘛。墨鱼花需要加粉吗？你没有理我。没有加粉有的，里面全部放好了的。没有加粉，调味料够咸了，不用放了的。嗯，哎，里面已经调味好了，你库多的那个墨鱼花没有加任何调味料。啊，地秀只是放了红萝卜、葱，还有小辣椒而已。米妮问 ，How many people eating dinner？ 8个人哦。青翁问你，你几时要煮鸡饭呢？那你不是煮了？有哦，那你煮了鸡饭了。阿森讲，
梦讲 Stan， 你下次没有 live 直播要早点通知哦，好不好？ Fans request， 我们提早通知，因为有时候安迪秀临时被拉去吃饭的。是哎，想安迪秀了。Kitty 问你，住在你们的民宿可以吃安迪煮的菜吗？安迪哪里去民宿煮饭？这样出去保持自己。Can you do chicken rice? I don't know how to do it. 请问上次我们有用了安格山的酱料煮鸡饭，也用了 Masfood 的酱料煮鸡饭哦，比较容易又快哦。我们在柔佛州哦，柔佛州 James， 那第两天的那个酱油啊，嗯，要放麻油啊，麻油啊，听起来好像很多这样。OK 啊。玲玲分享，在炒饭之前呢，拿蛋液来搅拌饭粒哦，然后再拿来炒。他讲饭粒会颗颗金黄色，哎，可是那个蛋不香，蛋不够香啊。哇 ，the rice look yummy， 哎，玲玲跟你分享，八个人吃得饱吗？没机问你了。OK 啦，等下他们汤可以放那个冬粉。嗯，我们汤有时会偷偷放多冬粉下去。主人讲 ，many people see you cooking 哎。对啊。好的，哎，妈咪姐那个菜那个很美哦，先拿一碗给天津先。嗯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放小辣椒，弟已经帮我们切末了。那这个碗吗？一碗哦，一碗。不放青葱，放长豆。没有放长豆，放青葱。嗯，我们放青葱哦。主人问你可以煮鱼吗？Catherine 问你 ，Andy Shu， 你这个锅会重吗？我刚买了一个，哎，一斤多半。嗯。Irene 问你，可以教 Korean fried rice 吗？怎样的？我没有试过。哎，我觉得可以炒那个，泡菜炒饭应该是 OK 的。酸酸。酸酸辣辣酱，可是我们讲，我们熄火了。安迪秀最后呢，把了辣椒末也放进去了哦，很香耶。因为我觉得你放在葱头油就很香了。我如果大家有葱头油的话呢，尽量用葱头油炒哦，很香，很香。然后我刚才讲，我可以放那个猪油仔，放猪油仔也是很香。阿丹讲放臭豆进炒饭，这样就叫臭豆炒饭了。其实马来西亚呢，马来人很会煮臭豆炒饭的，我发现到。你有？马上来啦。嗯，妈咪拿一个小碗，那放一个小碗美美的。啊，放一个小碗盖，而且这饭很漂亮耶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真的美。那我应该没有给他放大。是哦，外面下面是热，先妈咪翻一下先。哎呀，下面是热的哦，它的余温很热哦。可是我会怕它等一下跑出来的。哎，明年碗哪一个小碗哦？很美耶！我们那天呢，妹妹生日的时候呢，她是临时打给我们一起去庆祝。是什么丢掉玩下去了？我们原本以为妹妹是跟老公庆祝的，哎呦水啊！我来骂一下。葱花丢完了。哦，是吗？葱花丢完下去了。燕姐，你的饭也是很漂亮的。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因为它的那个碟里下面呢有余温哦，记得要不断的翻一下，不然的话呢，等一下下面焦掉，然后再拿一碗汤，一汤米，小心烫啊，妈咪，颜色很美哦，肉丝炒饭，明天可以大家准备了。很快有面星期五哦，明天安迪秀就是叉腰了。明天等人煮给我吃。嗨，玲玲分享我的饭呢，他讲呢，他也是搅了蛋液，然后再把饭蛋去炒，他两个都有做。嗯，不可以啦，可是那个饭拿来煎油比较香。香哦，他两个都有，他讲。也没嘞，妈咪。没有。不美，你可以拿，我觉得可以。你把那个旁边那个蛋色美美就好了，嘿，啊，放上面啊，拿掉，啊，可以啦。嘿，拿辣椒，啊，地秀有要求，
他讲可以煮三啊、那个臭豆三八炒饭呢，亚米耶，哎不错哦，三八臭豆我们有吃的，妈咪，三八臭豆炒饭我们有吃。炒什么来是啥？那个泡面炒饭我也是喜欢吃诶。没有炒什么来炒什么？臭豆三八炒饭，很美哦。OK 了，很漂亮哦，我们来必秀。要拿这个炒饭，很漂亮，颜色真的美。来，我们一二三，今天的肉丝炒饭完成。最后呢，让安迪秀呢跟我们一起做他的，要嘛要拿嘛，拿一个小碗哦，色香味俱全。我发现妈咪很会配颜色哎，看到吗？他的那个饭呢的颜色搭配到很好哎。啊，妈咪讲还要拿一碗的汤上来。嘿，妈咪要拿一下。我很喜欢这个汤哎，因为它刚才那个砂锅里面有鱼窝。喂，你要整个放在桌子这样子比较方便。等一下他们要吃冬粉就放冬粉。你可以放冬粉。哇，满满都是料，所以自己家里煮一个好哦，要放多少料都可以哦。然后外面好像没有吃到这样多料，妈咪，我去外面吃那苦瓜摊没有这样多料，满满都是料，很好吃。我帮你拿这个，然后你拿那个，小心烫啊！姐姐讲吃不完打包给我，汤也不错，很美嘞，小心啊！拿个，像我差不多。你要拿什么？葱头，还能可以炒叉烧炒饭。没有叉烧，没有，我很少，我们比较少吃叉烧哎。吃到怕了。妈咪要撒一点那个炸葱在上面。我们家里吃到怕了叉烧。然后呢，想要怎样知道呢？炸葱怎样做的话呢，可以去看那个重播。对，这个炸葱呢，安迪秀没有调，没有放盐，什么都没有放，就是我们说完久了。对。然后呢，一二三，今天开掉了咯，你看，别紧，今天的酸滑苦瓜汤，还有呢，肉丝炒饭完成。最后呢，让安迪秀跟我们一起做他的招牌动作。拜拜，叮叮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，Have a good dinner ahead。